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事，前两天啊，发生伫个桃园孤山的意外，这个山石啊，顶个外墙崩起，大量的山石灌出来，甲一个拄啊好驶客轮车经过司机地死。中昼，市长陈文灿到灵堂来致意，家属是温泪跪泪痛哭。最近这个山石啊场已经防划过十二届了，为什么也会当正常来营业呢？希望市长给因一个公道。市长啊，你啊，我这个。他们早期给的执照，对哦，那我们移送给国产署或者水利署，那有的有继续给压力采罚，有的没有，所以我请我们经发局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找出来。陈文灿甲家属来承诺，会全面来检视这个工厂过去二十多年来的记录，那是爱停工，也是爱来剔除掉营业的执照，一定拢会处理来发办。啊，市政府嘛会全力来协助着家属处理后续相关的事情。